很好，跟着我你不会吃亏的，进前来。这是地阶二品烈阳掌。地阶功法，若非你现在修为太差。前辈，如此大恩难以为报。对了，你把青云是天元玉是真武界49玉之一，前辈曾经也是这五位核心弟子之一，内门弟子100人，核心弟子5人。继续说。其前余名弟子大多都是肉身境，除此之外，青云门还有18位长老，之后便是我，神通境8重，都是神通境5重以上。一位太上长老乃是神通境巅峰。天元玉最强的是神剑峰的阁老已经被江家的那人烧成灰烬，还有守王谷不远的黑石山脉。看样子要先从那几个势力下手，先将天元杜思良去给迷魂谷、烈焰宗、神剑峰下个帖子。前辈，这您虽然很强，可是啥？迷魂谷和烈焰宗还好，可是神剑峰，据说有一位长老已经达到了。我的身份严禁泄露。是，我倒是想看看何道境要掀起什么风浪。在外人面前，我仍旧是那个肉身境的弟子萧晨。明白了吗？定杀不饶。希望是福吧。思良啊，这对青云门也不知是福还是祸呀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睡着了。我睡着了。我好像也睡着了。发生了什么？那个萧晨现在恐怕已经死了吧。你们怎么还不走着？谁来了？萧晨大哥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刘汉，你是想再被我来一次分筋错骨吗？不可能，以萧晨的性格一定会得罪大宗门的高手。把门给跑啊，一群白痴。我这就走。一群渣渣。萧晨，你纵然打败我又如何？还不是乖乖的看着江门被人带走。蝼蚁始终是蝼蚁，并非他的修为，而是他的眼界，他的心。哪有的事儿啊。哎，说来也是惭愧，消失了一段时间。不，应该说整个青云门都停止了一段时间，想要收为亲传弟子，可没想到在检查的时候却说江盟资质不够，于是他们便回去。放肆！方回房，我可是青云门的门。放屁！段思良，你真当我们都是3岁小孩？这种话谁会信？3日之内推胜了青云门，但有违逆。杀！什么？